其实挺好笑的，有一个凌空的听众，嗯，他私底下呢就 quote 了几句说话给我，然后就问我怎样去解读这几句说话，在哪里？而其实他那几句说话呢就是由地母经那里提取出来的，我们就给那个通胜那个 page 大家望一望先，其实他通胜那个 page 呢，中间就是地母经，上面就是那个春牛图啦，Mr. John 你懂不懂看春牛图的？识啲啦。哦 ，OK， 佢上面有冇啲咩系可以解说下先噶？庚子来雨，洪水流浪，四季也相通。秋冬时聚循环，各高下和苗处休。呢、這个上面嗰度咧就冇乜讲话。向翻个麦先。系啊，呢个上面嗰度咧就冇好刻意咁讲话有类似。关于肺炎的嘢，系嗱，但系咧，下边地母经嗰度啦，咁其实咧就 overall 系讲紧呢一年里面究竟大致上系会发生咩事噶嘛？咁其实我觉得有啲嘢好难去预先讲嘅，反而你话如果我哋从一个马后炮嘅角度去睇咧，反而佢呢一篇地母经咧有好多嘢好似都。中咗咁喎，系嘛？嗱，咁佢呢度即系人民多暴卒啦，咁跟住又春秋衰染流，系秋冬多饥渴，系 OK 嗱，佢呢度其实咧讲紧因为太岁庚子年啊嘛，咁人民多暴卒啊嘛，咁其实系咪可以大概系讲即系好多人出事啦，好多人。死亡啦，咁即暴卒定暴卒啊？应该系卒暴卒。咁其实呢样嘢都系讲紧同死亡有关噶嘛，系即暴毙啦，暴毙有关噶嘛。咁其实呢样嘢已经系发生紧噶咯，系咪？咁而咧亦都讲紧春夏水染流，秋冬贫饥渴啊。咁而其实。佢系一路讲紧话，嚟紧啊将会发生瘟疫啦，以及洪水啦，跟住之后洪水之后就会有干旱啦，跟住就会有饥荒啦，跟住会有政变啦，咁然后就会有大规模嘅死亡。咁其实如果我哋啊都系嗰句，从马后炮嘅角度去睇，其实呢啲咁样嘅分析。OK， 其实是很配合而家发生紧嘅嘢嘅，系咪？咁跟住高田由半由及半晚到无可割。咁其实如果你真系去到有瘟疫、有洪水，跟住有干旱、有饥荒、有政变嘅时候，咁其实就即系解说紧嚟紧呢一年里面究竟会发生啲咩事？春天一路发生咩事，一路去到秋冬嘅时候就冇啖好食，冇啖好食啦。咁啊，所以又干旱啊，跟住又晚到无可割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讲紧秦淮足流荡，吴楚多劫夺啊。咁即系话，其实呢样嘢 even 唔需要等到，秋冬，其实都已经发生紧噶咯噃。系系系。同埋劫夺，OK， 即系你抢我，我抢你咁样。当然啦，佢系讲紧秦淮嘅地方啫。咁秦淮嘅地方咧，如果我冇查资料，我冇错的话咧，主要系讲紧江苏省境内嘅事嚟嘅。咁而亦都即系话，今时今日嘅两湖两江，浙江地区啊，各样嘢，而会发生好多嘅抢掠嘅问题。咁而其实喺中国好多嘅唔同嘅省市啊，各样嘅地方都已经出现咗。首先就系抢口罩啦。咁跟住瘟疫如果继续咁样去存在嘅话，咁跟住又抢食物啦。
抢生活日用品啦。咁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讲紧话，即系江苏境内嘅事，而系唔同嘅地方，成个地球 ，OK， 唔同嘅国家，其实到而家都已经系发生紧噶咯。即系初初佢哋就笑香港人啊，点点点啊咁样啦。咁当然我觉得系绝对抵笑嘅。系。咁但系笑完之后，点知就去到佢哋嗰边啦。系。而佢哋亦都系做紧一模一样嘅嘢，而亦都开始抢掠啦。而讲紧抢掠嘅就已经并非系话搶錢啊，各樣嘢，而係因為人心惶惶啊，亂得好緊要啊，咁所以佢哋覺得有任何嘢係啱自己嘅，就應該要去搶啦咁樣。我冇搶嘅，我 hold 住咗你啲嘢啫。唔係，即所以我就係話，我閂咗關啊嘛。我就係話，喂，唔單止係嗰個英文嘅預言書 ，OK。其实即是说我们的中国的那本通胜、okay? 中国的通胜其实都已经是预言了这件事了、只不过这件事未发生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推不推到、但是如果发生了之后看下去马后炮这样说其实全部东西是 fit 的、这样我分开几件事 去推理啦。咁啊，點解頭先開始你講英文嗰段嗰時間，我問話：喂，呢得本書係幾時2008年寫嘅咧？咁我又話咁嘅問號咧，即係當然啦，近呢兩個月啦，的確喺網上面有好多講過呢啲咁樣嘅嘢。因為即係當人心一亂嘅時間咧，就希望揾一啲明灯，咁就会睇下之前嘅预言家，甚至乎神人或者先佛有冇留低一啲嘅痕迹，可以俾我哋去拆解，去渡过呢个难关。咁所以你近排系好多呢啲咁嘅嘢，甚至乎我喺唔知喺边度睇过，又话有一个唔知外国嘅后生仔，10多岁啦，又话喺唔知火星就边度嚟啦，咁又讲今年有好多灾难啦，诸如此类，有好多呢啲咁样突然间出咗嚟。有很多比比皆是。咁點解頭先我問係幾耐之前寫嘅咧？嗰段英文，因為外國佢能夠寫得到2020、2010呢啲預言家咧，應該係近代嘅。係咁、所以佢哋會寫到年份出嚟。但係你會見我哋中國咧，好多時除咗通勝啊，因為通勝咧係講緊每一年嘅嘢嘛。咁以往嘅預言家咧，都係冇寫年份嘅。咁你好似頭先你咁講，你話喂有啲嘢咧馬後炮。嗱，其實我覺得絕對唔係馬後炮。只不過係我哋依家現世嘅人咧，那個文化水平太差。即係好漢顏嘅就係我哋中國人連中國字都唔識讀。係，我頭先問你。嚇，即係唔係問我啊？你問我，我都唔係好識嘅，因為即係我都係叫睇多咗兩本書。即係其實以前嘅中文咧，即係點解以前啲人吟詩咁有詩意咧？咁啊，哦兩句詩啫，咁點解可以解讀到幾版字出嚟咧？咁其實因為中國嘅文化其實係以前嘅文化嘅水平係好高好高嘅，只不過係由秦代開始啊，由焚書啊，後期因為農業立國，好多人連字都唔識啊，最後搞咗簡體字啊，將所有嘅文化，即係你聽過文化大革命啊，咁其實係將所有嘅文化係燒曬、推倒曬，因為唔想你哋識啊，即係當然一啲自私嘅王朝是不想你們認識的，是所以呢現在導致了我們現在後人是中國的文化水平是很差，一些的詩句甚至乎一些的詞句我們都看不明白，因為其實即等於不是英文才，譬如 go and gone 有幾個意思，以往的中文字其實就已經很容易解讀，甚至乎解讀之餘，即等於之前我講的拆字，即將字拆開來怎樣看呢，咁甚至乎一個字咧，其實已經代表咗好多意思喺度。所以譬如依家你去睇翻《唐詩三百首》啊，睇翻以前啲古文，甚至乎《論語》啊呢啲咧，你會睇到哦，一句可能係得四個字啫，但係可能已經寫咗六七行，好深嘅意義。係啦，好深，一個字已經代表好深嘅意義，即係等於《易經》個易字，好多人都話識易個易，其實如果學過《易經》嘅人就知道易字咧，其實
就是日月两个字就这么简单。其实日月就已经代表了天地，已经代表了整个形而之上的，就是天地已经代表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懂呢？其实不是马后炮，是因为我们不懂。是我们解说不到，我们解读不到。当然这些你给一些文化，可能给一些老人家，他的文学水平高的人他会懂的。又或者好像刚才我这样说，另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了你都不会信。又或者我也不够胆大胆地说我是哪位。对不对？又或者是即我们成日都做节目，我们成日都有讲，就是有些事呢是不可以讲得那么清楚的。即先佛可能留下，你看地母经，经就即是经书来的。只不过他这个一段是解说了今年庚子年的问题而已。他只不过是说 在那本经书那里抄了这一段，是解读了庚子年这个问题出来。但是问题是他不会很白地写出来的。是啊是啊。也都不会被你知得很通。就是你猜不到其实他没错的。是啊，就好像很多东西喂你悟啦，你自己想啦，你悟得到你就悟得到咯。就是读书你连读都懒得去读的。是。那你就不懂的啦。同样道理嘛。因为其实呢一直看呢，原来在不同的书啊，不同的章节里面呢，都讲了很多其实一路发生的事。譬如呢他另外有一度是选辑自这个叫做时辰已到混沌开。他里面呢其实就将这个亚马逊森林的事呢，就已经两句说话已经讲了。烈火断养人窒息，火到之处物成灰。即是他讲他没有指明是哪一个地方，但是讲的这一年，总之在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跟着呢，朱温在前醒世人，麒麟在后将人收。而跟着啲人睇嘅咧，麒麟在后将人收咧，其实就系麒麟就系讲紧而家嘅武汉肺炎啦。即系之前嘅猪瘟，跟住之后咧就武汉肺炎，因为咧佢哋话麒麟啊嘅国语读音啊，似链啊，即系对类似啦，咁上下啦，意思咧亦都同气啊，即系空气个气，气林啊，加林个林啊，即是说他们就这样去推说，即是说有一些不好的气会降临，麒麟在后就将人收。人为灾难何时休啊，洪水滔天万骨流了。就是讲紧头先嗱，地母经嗰度亦都讲咗话洪水啦。然后他们呢就将而家嗰个那个三峡大坝一路开始变形啊，各样嘢咧，咁啊预料如果一路咁样变形落去咧，今年嘅洪水咧就会出现噶啦，就喺呢个长江嘅出现啦。咁即系当然啦，咁如果你唔系豆腐渣工程嘅话，咁亦都可能唔会有啲咁嘅事情出现啦。咁而虽则呢啲系人为嘅问题，咁但系其实呢度已经又写晒出嚟噶咯，即系亦都同地母经嗰度讲紧春夏水染流啊，各样其实都系好一致嘅嘢嚟噶。咁然后咧，另外有一个叫做金陵塔碑文啊，亦都系有提过关于武汉肺炎嘅嘢。嗱，佢又系用空气个气字啦。一气杀人千千万啊，大洋残暴过豺狼啊。这个好像仲直白一啲喎，系啦，即系呢度讲嘅气，当然就系而家睇翻落去就系真系等于武汉肺炎啦，系咩十九啊？你头先讲啊，COVID 十九，系 COVID 十九。咁而呢个金陵塔碑文其实亦都系有讲过，亦都有预言有洪水发生嘅，即系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变泥缸，OK， 咁亦都系预言有大洪水嘅发生。咁到时咧就父母又死啊，跟住又难埋葬啊，爹娘死啊，儿孙撑啊，咁嗰啲啦。咁啊，万物同遭殃，蚂蚁都遭殃。OK， 咁呢个就系形容洪水之后嗰、个即系惨状啦。OK， 咁我哋
只不過睇到就係話啊，而家嘅亂吻合翻佢所講。嗯。咁但係跟住之後，是否既然有三個唔同嘅預言，都係講緊事後係會有洪水嘅。嗯。而洪水之後，人民嘅生活會有幾慘，會有幾多人死各樣。咁既然前面嗰啲中咧，啲人就會開始驚，咦？咁即係後邊嗰啲好有機會嚟緊喎，咁樣咯，係咯。你點睇啊，Mr. Zhang？咁好似頭先我咁講啦，其實有好多預言咧，真係好令人匪夷所思嘅。係。咁但係依家今時今日咧，就冇呢一啲咁樣嘅叻人咧，去同你去解讀，甚至乎佢知道都好啦。可能喂呢啲咁嘅叻人咧，我所以第一就講，喂，可能佢文化水平好高啦。嗯。佢而佢本身就已經係修仙道嘅人啦。咁佢就更加唔會喺大氣電波啦。係。佢唔會上嚟啦。係。佢唔會喺度咁樣講，因為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因果嘅嘢咧，我哋人類唔做咗出嚟咧，就不會有這個劫的。嗯。即是譬如好像剛才你講了這麼多，那我也在網上面找到一些資料。是。為什麼我會在網上面找到資料呢？之前我也有講過唐朝的推背圖。哦，是是是是。OK。推背圖呢，歷代每一年呢都有一些厲害的大師傅。嗯。啊，就在依家通常咧網上邊發布啦，就話今年咧呢一支卦嚇，呢支卦咧就顯示咗今年咧個國運或者係呢個世界觀會係發生啲乜嘢事。嗯。咁但係咧就從來咧我就唔係咁留意，亦都冇刻意咁去研究。嗯。因為點解咧？其實呢推背圖呢樣嘢呢係好準好準，準到你唔信。如果即係其實有一樣嘢大家知嘅就係、是、喂唔好成日講話拜神或者係呢啲預言啊推理啊，究竟係咪吹水或者係穿鑿附會。喂，馬後炮。係啦，馬後炮穿鑿附會咁。喂，如果嗰樣嘢冇返咁上下準成呢，嗯，點會流傳到幾千年啊？係。如果那樣東西沒有那麼上下那個那個推敲的準程度呢，怎會還今時今日會拿出來跟人說呢？是啊，對吧？即如果你說喂，我不是舉例啦，即好像你喂時施那樣，如果你不受歡迎的，你怎會坐到在這個電視機坐了這麼多年呢？你突然间，你突然用呢个咁样嘅比喻，我真系唔识答你。可能啲人可怜我。我忍唔到你咁系咯。可能系咁，其实呢个同情我啫。好实际噶，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好实际嘅。你几靓女都好，咁你唔系，其实你做任何一样嘢都好，你系有一样嘢去吸引到人哋啊嘛。一系你上靓女咯，系嘛？咁嗰啲就算傻嘅都睇你噶，系嘛？佢都系咁揿揿揿 like 噶，系嘛？咁一系你就本身系实力派噶咯，咁你先至喺嗰个有嗰个生存价值噶嘛，啱啊。咁所以嗱，推背图嗱，点解我话我冇好刻意咁去参详咧？因为嗱，曾经系即系讲过，就系话，亦都喺嗰个历史嗰度讲过，因为呢一个推背图咧所预言嘅嘢太过准啦，系。咁所以咧喺歷代的王朝，在宋代，尤其是由唐代開始去到宋代的皇帝的王朝已經害怕了。嗯，喂，你們個個都知道，你們個個都知道，就是我很危險的嘛，如果我是執政者的話。所以當時就已經是找一些厲害的人去刪改過他。 OK Hello，去刪改過他，去將他改過一些篇幅，甚至乎有一些詞句就改了另外一樣東西。嗯，啊，所以呢有當即流傳了這麼多年，有些是很準，是有些又不是那麼準，有些又改到呢你似是又好像不是，即是